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部近期备受好评的电视剧《爱情而已》。这部剧由吴磊和周雨彤主演，自从27日开播后的6集就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这部剧的三大亮点以及粉丝们的热情投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剧的三大亮点。男女主角人设立体，感情真实。在这部剧中，吴磊饰演的宋三川和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分别是年轻的网球选手和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尽管两人看似不搭的姐弟恋，但他们的感情线却十分真实。剧中的感情发展是通过各种生活细节循序渐进的展现，让观众更加投入。剧情接地气，节奏不拖沓，爱情而已不仅有爱情，还有友情和事业的故事，生活气息满分。此外，剧中的节奏张弛有度，不拖沓，演员演技精湛。网友们表示，爱情而已所有演员的演技都非常自然，台词功力深厚，特别是吴磊，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很多好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粉丝们的热情投票。在剧开播前，官方举办了一场粉丝投票活动，让粉丝们选择想看的花絮。其中吴磊半裸健身花絮在开播前便吸引了近10万网友投票预约，票数持续飙升，这也再次证明了吴磊的高人气。总之，爱情而已自开播以来便受到了观众的热爱，成为了一部口碑佳作。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不妨找个时间看看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